我把你们同一组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可能，因为我都对我身边的朋友真的非常好。哦。所以就算如果你是丑角，我应该也没有批评过你吧？而且我应该都会跳出来帮他讲话。他应该就内心想哈，就觉得他内心。他这样讲也有他的道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？一句话送给你的好朋友。你今天完蛋了。哇。你整个完蛋了。哎呦，你完了。好，会不会害怕？不会，因为我行得正，坐坐得端。你看看结巴了哈，行得正，坐得端。OK， 我们现在马上就让你看看恶作剧来。电视上不扮丑的杜妍，制作单位以假通告为由引诱上钩，他会掉入圈套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杜妍，我今天要来挑战大热门的暑期新计划，然后是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只要在10到15分钟以内把我的挑战的妆容完成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今天的妆容是什么，是这个，我应该可以顺利的完成吗？你们会报数吧？素颜再美的妆容，等等还是会花的。你要继续哦。害羞的呢，看你是乐在其中，后面可没那么有福利喽。我的进度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哦呀！等一下，你身上是真的对不对？也是假的，哪一条？等一下，我不要。好，假的不要，我看真的。哎呀！很好，我们今天有买大热门买一送一的特惠方案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我流汗了，我等一下有事啊。流汗总比流血好嘛。好了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不行啦，你这样我没办法画啦，白点灯啦，很可怕哎。我这样画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自己都看不到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个 moment， 素颜终于整到你了吧？今天不再让你有公主病。好想，好想。其实啊，前面是有福利的，有猛男。对呀，哎，其实我算整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整这个整的算还好，为什么？已经先让他知道说，不管什么状况下要化好妆，所以他已经知道了，所以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我那个妆化的跟歌仔戏一样哎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晚上出去，然后在最后好不容易化完，跟我说没有这个。那你会唱歌仔戏吗？哎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心跳 baby 啊，走三关。我那我该我做一眼。我那天穿的漂漂亮亮化那妆真的很不 OK， 所以我今天他出来，我想要请他卸妆。哎，可是宪哥，我觉得剪影的这一个人。他今天的打扮是也不想输给他的感觉，有错吗？戴发带，两个很像。他每天都不想输给任何人，他每天都输。一起来欢迎控诉人出场。对，有有有，来，哎，给戏给他，给戏给他，跟两个人斗剑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你们要服气是不是？冷静冷静冷静，好，来没收没收，本来要放鳄鱼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好朋友，好不好？那真的是如同你讲的这样吗？宪哥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杜妍这个人不得了，有这里好好说，我认识他这几年，不知道擦多少个屁股，哦，感情好到这样，真的。你有中过风啦？不是啦，行动不便，帮他收拾残局，不是收拾残局啊！哎呦呦，我怎么样？你讲，你讲，你之前害我差点被封杀。
怎么这严不严重？严重，严重了。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大党就是出来的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因为他就是可能比较算是刚过来的新人这样，我想说要照顾他，你看我人多好，就提携他这样，所以那时候就那个模仿。小优人是真的，我人真的好，也没有别的优点。对呀，难道人善良啊？对不对？名字有又不好，心又不善良，好可怜哦。人蛮好的，我今天是控诉，人很好。你讲快一点，不要有他。你一站出来就是一个罪名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找他一起跳郑多燕，然后就是我要编舞，然后教了他，教了很辛苦，教了他一两个小时。正式 live， 我们那是现场的，结果直播嘛，跳的一塌糊涂，完全忘光光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单元就很简单，我只要后面动来动去，是他是郑多燕本人，所以他很严苛。哦。他是郑多燕，你是跟着跳的，对，我就是你是学生啊，我是学生，我那这样还可以啊。可是制作人就觉得我没有教好他，还是直接跳太烂过来。没有，我跳得很好，我在旁边这样子，哦，你是郑多燕哎。但是你是旁没有没有，你刚那个动作是无棍阿北的舞哦。对呀，突突突突，完脸突哎，郑多燕没有这一招哦。了解了解，制作单位就怪罪下来了。制作单位觉得说你找杜妍来，然后结果他跳成这样，你教得很烂。他就说你再这样下次不用来了。哎呦，严不严重？为什么不认真？那反而是他没事，我不会跳舞嘛，因为他就说我不会跳舞啊，所以我才演一个要学跳舞的学生。哎，所以人家算是对你还蛮好的，对，给你机会了，对呀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还有，还有，他这个脸臭王常常得罪人，然后我就要到处去帮他说，没有，其实杜妍人很好，你是他的经纪人，为什么没有这样？没有用啊，因为我跟他不错，我就觉得他人也没有那么坏，然后可是他就真的太常得罪人，像那时候我们就去录影，然后旁边有些那种 show girl， 他那时候算已经比较资深的那个举牌小姐了，就后来变成我们的演员了。啊，你举牌姐还有分资深跟小姐？有心到脚，你都不知道现在很是吗？然后那时候就有新来 show girl， 就那种比较不懂的人，他进来呢就说。你这个妆化这什么啊？哦，他不明讲，直接用噎的。你在化这什么妆？对，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大档其实大哥们很挑，我们就是比较来久一点的，会先帮大哥就是看一下大家的妆，至少妈妈长得身材很好，但是妆对大对阿妹讲出我心里的话，可是我是为他好。这几个什么叫什么大哥的还挑妹啊？没有，我们都不挑的，我从来没挑过的，连这种我都用了，你觉得你挑的？对不对？现在太好了，我简直不认账，我真是出家人来的，佛心来用了就不认账。我是为人家小女生好，不然她的妆太浓，白云哥生气。你知道他们都快哭快哭，跑来跟我说啊，怎么办？杜妍都骂我这样，真的。我当下都想说，你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得罪人？好，本席要宣判了，那么要宣判了吗？你们控诉这个杜妍这个部分呢？对，啊，本人认为不成立。我真的还没有亏嘞！我跟你讲啊，长得脸很臭，这个我要跟杜妍好好讲。漂亮，我跟你讲，俗语说得好，物以类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杜妍是好朋友。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就是你不对的嘛。这是我认定的。小优你很没品呢。朋友要夸张，不要这样自甘堕落好不好？杜妍。罗志祥金曲泪崩，宪哥有感而发。小猪，你真的是亚洲舞王。还有一点，好吧，你的心情。我完全能了解，下了台为什么会爆？在舞台上，我要的是跟大家同乐，而我做到这一点，感动。不是邪心嘛？你不是邪心，不是邪心，不是，你是不是邪心？不是，我是，我跟你是师生，我是师兄，我是姐。我只是兼歌星而已。